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超级直播女神。好，在直播界啊，响彻云霄，这个名字一讲出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今天呢，也即将来到我们展前记者会的现场，跟大家见面啦。好，一样跟李密借一下您的超模女神，一同来欢迎她，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潘潘出场。哇！好，潘潘今天的服装也是相当的可爱又迷人呢、哦。好，大家现在可以将目光移至我们在舞台前方的这辆 Ford Ranger。好 ，Ford Ranger 呢，带领着潘潘以及我们的超模女神来跟大家见面的同时。后方呢有相当大的后座空间，好，如果呢你想要充分旅游，这台车绝对适合各位。今天呢载着满满的金元宝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，也希望呢各位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财源广进。好，我们要看向正前方的镜头来一张。好，视线呢帮我看一下左手边。好，左手边的媒体朋友照顾一下。好，目光移至右手边。好，让右手边的朋友可以来捕捉画面。今日的我们看看化身为五路财神，好，手上呢直接现金红包要来送给各位。好，新的一年发大财，赏车购车抢优惠，来到2019年高雄车展就对了。好，同时呢，我们潘潘跟超模的女神又有一句祝福的话想要来预祝，从12月29号一直到1月1号，所有来看展的民众朋友，好，我们的祝福请说：赏车发大财，新年快乐！好，预祝大家赏车发大财，新年快乐！再次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潘潘。好，在这边呢，请我们的潘潘以及超模女神移动脚步，好，来到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